行，我得走了。郡主，不如让云曼陪你去吧。哎，没事儿。师傅，你不是在帝王谷闭关修炼吗？怎么忽然就来了这里啊？我过来喝你的喜酒，不可以吗？在下赤足郡主周岩。梦中人，好漂亮。熟悉的脸孔，即便将来我会真的因你而死，可今日我却成了世上少爷，也算一滴浊了。时隐立誓，此生不作乐，不娶妻，不反尘世，不戴皇冠，终生侍奉神明。灵儿，日后你便是我九夷山少司令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师父了。随我修行，会很孤独。以前山谷里，师父一个人会孤零零的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就由我一直陪着师父了。既然看过了师父这样风姿绝代、当世无双的人中之龙，纵然天下男子万万千，又有几个还能入我的眼呢？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永远做得到，也永远来得及。朱颜出事，空泛的少司令，今日就是你的德期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一意动尘心，若朱颜还纠缠不休，为师可以帮你出师。我不想成为一个杀毒的恶士。归邪升起，故空桑。有人说归邪会灭亡空桑，可天意难测。你我师徒二人的情分到此为止。喂，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？海皇必须死，因为你答应预言，请不相信我。预言一定会成真，是你杀死了我的阿言。你就这么爱你吗？言儿，我死了，你会难过吗？你要机会，琉璃化现，果然是铭记在心。这是可以转移星辰，改天逆命的禁忌之术。你真的愿意付出一半生命的代价来交换他的命吗？当然。燕儿，直到我在九阴山出狱你之时，就注定有一天会死于你手吧。你害了我，却能救了我，我们一饮一啄，可谓不亏不欠。你为了他连命都不要？是阿言，没有什么比我们一起度过人生更重要。有，这一生太短了，我们下一生、下一世，不，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。命名而死，不默而生。